这个可怕的游戏名字叫 Silent Castle， 你和五个朋友必须躲在房间里，因为恶魔会来招你。你要尽可能长时间的睡在床上，赚取金币的时间越长越好，使用赚到的硬币更快的将你的床升级，升级后的床可以赚到更多的硬币，或者硬币来升级你的门，这样鬼魂就不能破门而入了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方法就是买武器了，把鬼锁在外面你就赢了，如果不能把它拒之门外你就会被抓。下载寂静城堡，和你的朋友一起玩吧。